咱新店的王花，咱新店的王花，咱的中央姓家啊，咱的金城国啊，金城国这个音乐性的啊，艺盛演出，带出来中央咱新店的王花，咱的金城国啊，所有的同仁啊，非常辛苦，非常感谢，咱尽量来缩短这个镜头啊，参拜时间，感恩，谢谢你。我们现场有我们警察同仁，烟招，来，请咱的新家啊，请咱的新将来尽量来缩短啊，这个演出的时间啊，时间的关系，麻烦是不是请我们的艺阵朋友们啊，尽量缩短啊这个演出的时间哦，啊，非常感恩，谢谢你们辛苦了。来，欢迎是我们的凯嘉，我们台北凯嘉啊，这个神将团队。展出来恭迎献歌，非常感谢。但是我们这次的活动呢，要非常感恩我们协办单位，来自于我们旭仁企业以及我们富阳国际啊，共同来协办啊，来协办我们这次戏子李家中坛元帅啊，开关启灵，
啊，平安绕境大土原。非常感谢咱新疆增加团队，到在咱安华来参拜来祝福。好，所以请我们的义诊团队呢，尽量来缩短这个演出的时间。非常感谢咱来自咱台北明天堂，咱明天堂，咱的新家啊，咱的新疆新家。李林安王大来参拜啊，咱的千里眼啊将军啊，咱的千里眼将军，以及咱顺风耳将军，顺风耳将军，到时咱啊王大来参拜。各位呢可以看到，这个是在我们台湾义诊呢，这个属于大型神偶啊的这个行走的步伐啊，包括他们从头到尾呢都是这个女人，而且是戏曲化的一个装扮和造型。来自我们台北明玄堂的神将团队我们的神将同仁这个每一尊至少大概都重达20斤以上哈，这个都重达，这个重量都非常的沉重尤其是后面又有飞这个旗子可以说是呢非常的辛苦不容易所以感恩我们台北明玄堂的神将团队，感恩，谢谢你们辛苦了。非常感谢咱台北明玄堂，咱的新疆团队咱新疆团队来演出，咱新疆同仁非常辛苦，感恩，谢谢你。好，是不是请我们后面的这个阵头团队继续往前进，继续往前进。好，尽量我们来压缩时间。感恩，谢谢。来，请我们的义诊团队队伍来。接下来呢，各位要注意哈。